欢迎，现在荧幕上面呢看到的是106年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羽球的比赛，那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一班女团的决赛哦。那出战的队伍是由清华大学出战成功大学，那在点数的部分，清华大学在第一点是派出何家珍，成功大学是林盈秋，第二点清华大学派出的是严秀恩，成功大学是黄品佳，第三点的部分清华大学则是由刘艺霖及林学敏，那成功大学的部分是林梅瑜以及吴一璇，第四点的部分清华大学派出的是秦丽珠以及庄淑婷，在成功大学的部分呢则是黄思瑜以及陈廷宇，在最后一点单打的部分呢，清华大学派出的是陈怡文，成功大学派出的是黄瑜婷。那这场比赛呢，就会将由我主播以及身边的资深球评老师，廖老师来为大家做讲评。老师您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这场女团的决赛哦，应该将会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来期待比赛的开始。是，嗯。像这个一般大学的女团、哦、其实应该来说、哦、我们欣赏的不是是一个球技，而且是他们的精神，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整个团队的气势。所以而且、哦、应该来说是一场非常热闹，而且我们说精彩可期。是的、嗯、那场上即将要来开始了，那现在发球的是清华大学的何家珍，嗯，哦，连续的直线攻击，突然来一个改变角度，是，嗯，其实应该来说哈、哦，打起来还是算就是相当有气势哦，嗯。好，好球！这个一次的对角的切球完了以后，再一个走后场的压迫。嗯，哇，这球在回击的时候是出了界啊！是，嗯，尤其在现在在国立这个清华大学这边哈、哦，他们的这个整个出拍的速度稍微有一点慢掉了。所以在打球的时候身体稍微有一点晃动，所以在整个成功大学的林盈秋出手的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一点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应该来说哈、哦、应该目前林盈秋可能占的比较大的这个优势、嗯、是的，那比数目前来到4-1，由成功大学暂时领先3分。嗯，那发球的是成功大学的林盈秋，哦，好球、嗯、往前的对角，是、嗯、而且这个往前对角有一点点的这个技巧成分的存在，他是先顿了以后再把手腕做一个勾对角的这种动作，所以这个球算是打得相当漂亮的手法应用了。好、哦、点杀，嗯，这个球就是对手还没有到位啊，所以就赶快把这个球打到空档，这个之前我们就有谈过这个问题了、啊、是的，嗯哼，嗯，然后、啊、这一球是界内啊，成功大学在边线的判断失误，是，其实这个球应该明显受到侧风的影响啊，其实一看出去的时候，他的球一出手的时候，其实明显的感觉可能这个球会出界，但是因为速度不快，所以这个侧风的这个影响力就会更大。嗯，哇，好球！啊，这是一个变化的角度，所以这个位置打得非常漂亮，但是可惜刚刚后面这个球出界了。
清华大学的何家珍掌握了在往前的扑杀。是，嗯。哇，这个角度其实过往的这个速度还不够快，即使这个球哈、应该切出一点速度，但是他切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角度，基本上这个球是个对角切球，但是角度不错，但是速度快的话你反而更糟糕，因为对手就很容易就直接在往前直接放网，所以他就马上滚下去，所以这个哈、就是比较大，所以一定要有一点速度。反手的回击啊，球是不小心比较偏高了。是，其实也应该来说算是不好手了，但是最主要就是他的步伐没有跟到位。角度又偏了。目前比数8-6，由成功大学暂时领先2分。这个球可能会出界。可是像如果是这么大的角度出界的话，其实应该来说是正确的讲法，就是手背的摆动稍微有一点乱掉。好球。哇，直接对角线的攻击啊。所以算是一次瞬间的突击，即使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很快的打进位置。出界了。这一球一样是由成功大学的林英秋拿下，那也先拿到了11分，进入技术暂停的时间。那教练在前半场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咛，或者是你觉得可看的地方？对，当然了，其实双方面的一般女生，尤其在大学女生，他们事实上整个技术还有整个速度，他们并没有说能够达到非常成熟的境界，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所谓的，就是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意志力，还有就是他们整个团队的精神。所以目前来说，当然双方面还没有表现出比较稳定的速度了，但是其实我们来说观赏的重点并不在这个地方。休息过后比赛继续回到场上，那成功大学的林英秋暂时领先4分。嗨，这个后场的判断有一点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他到最后临时自拍，但是往前就很容易被掌握住了。哇，好球！后场的加压是，而且打的是重复路线的位置，因为你如果在往前能够掌握好主动的时候，如果说你掌握的直线的这个联系同样位置的这个重复路线，那最主要就是当你打完的时候你再转身回来，你还要再回去，所以时间上有时候往往身体会被卡住，所以这一点这一刻刚刚也打得不错，现在又连续得分了，来到了13-9。好，出界。
后场的出界。是，嗯，所以因为连续两次的后一次的后场出界跟变线出界，所以这两分丢得太快，所以分数有一点被追上哦。嗯。嗯，好球。其实选手们在羽球场上的适应跟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嗯，有时候，可能一下子没有调整好了，就导致连续失分了，哦。对，嗯，其实连续失分哦，对这个选手来说，不管对双方，其实最主要就是心里面的影响啊，所以这一点哈，就是在追分的人。他的士气会提高，但是连续失分的时候，在领先的时候，哦，他可能士气就稍微低落一点。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像这样的比赛，哦，其实双方面都很认真的去做每一个动作，嗯，所以这一点这样的一个坚持跟精神，哦，其实应该我们值得去肯定他们在这种羽球的这种状态之下他们的努力，哦，是的，所以确实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看他们的意志力，看他们打球拼斗的精神。哎，可惜，嗯。没有好球，嗯，这球其实很刁钻了，是，嗯，其实这个球多少有一点运气，他想要做一个吊球，但是他吊球事实上他没有打到球拍的我们所谓的中心甜蜜点，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反而角度更漂亮，嗯，好，这球其实，清华大学这边的球送得不够后场哦，那让对手很有机会可以来掌握。是，而且刚刚打的是近身的直接压迫哈，哦，所以这一点哈，哦，刚刚打的其实应该来说挥拍的摆动速度没有做到很完整啊。哇，这球幸运的成分也很高啊，嗯，球直接翻过了网。嗯，哎，可惜，嗯，想要做一次往前的这个搓网的动作，但是因为这个搓网其实来说哈，应该来说并不适当，因为它离网子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你应该来说是一个向前直接提上。不是花力，不是手腕的花力，啊，就是这个小臂要向前，直接往前把球压出去，啊，所以这一点刚刚的这个动作哈，其实做的是有一点比较问题，嗯，但是又是后场的出界，啊，边线的出界，那这个守卫为什么他这个边线的出界会来得比较多？因为他这个几拍的动作稍微慢掉了，啊，所以有一点被压迫，压迫的时候。出拍的动作慢，所以你就会受到压迫的时候，会把球打到外面去，嗯。是的。好，第一局结束。那这一局第一局呢，是由成功大学以21-16，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看到的国立清华大学的教练
叫简佑修，他也是曾经我国的这种这个奥运的男子单打的选手。哦，也是十分有经验。是，那在成功大学这一面哈，其实他们的现在的教练叫涂国成，啊，涂老师也是对在台南成功大学对羽球非常主责的一个老师，啊，所以他也是一个态度，还有就是对羽球的一些研究，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著作。换场过后，比赛继续回到场上。首先发球的是成功大学的林英秋。后场出界，还是相对的这个清华大学的何家珍。打的稍微是确实是比较稍微不稳定一点，啊，其实他如果能够修正回来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好的机会的。这个球也是后场，走后场。虽然是两记的这个很快的后场压迫，但是让这个国立成功大学的林英秋他的挥拍速度就慢掉了，慢掉的时候受到压迫，很容易就像刚刚那种出界。哦，好球，那现在比数是2-2，平手发球的是清华大学的何家珍。好球！啊，不断的对他做反手的压迫，是，很有把握的，就是攻击完了，直接就马上上网去跟拍，啊，而且跟的这个角度也跟得非常好，啊，可惜这一球呢是要做一个大角度的调动哦，不过可惜是把球击出了界外，是，对角的花拍接球，这球也是在判断的时候犹豫了一下，那在第二的时间才把球回击，不过对方已经掌握了这一球，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慢掉了，所以往前就很好被掌握住，后场的出界，其实应该来说在整个何家珍他现在所处的是顺风位，所以他的后场，还是要小心一点。界内了。可惜。这球是发生一个失误。是，所以他这个球其实相当可惜的，他做的一个第二次的回球的回手动作，但是应该来说已经影响到对手的步伐节奏的了，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自己打成失误球了。那比数也来到了6-5，暂时领先的是成功大学的林英秋。好，界内。哇，其实发现刚刚的这几球差不多的位置啊，是，但是都是其实都差一点点而已。当然啦，好球。啊，这一球
出网之后，不过最后回击的时候是偏高哦，那让对手是直接做扑网的动作。是这个球，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在对角的切球，如果说你切出了角度，但是没有速度，对手就直接在往前晃网，而且刚刚这个林英秋那个晃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对角的攻击直接得分。连续两次的重拍，是拿到了两分。因为这个刚刚的晃网应该有碰到网子，所以算是一次幸运的晃网。接球出界，是，而且后场的出界还是整个后场的力道还没有做到一个很到位的管控。好啊，压住了。那这球是自己判断的失误还是？是，当然这个球是判断的失误了，但是多少上是一个运气球了。只要你在网子，其实这个球其实过来并不好打了。因为你如果向前出拍的话，你会碰网。所以但是这个球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必须要用擦玻璃的方式，就是轻轻的去擦嘛。所以这个球刚刚那个多少但是有一点运气了。那现在是成功大学的林英秋率先拿到第十一分，那也时间进入了技术暂停时间。休息过后，比赛继续回到场上。连续的重扣哦。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看双方面谁被限制被压迫了，如果对手被压迫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能够再往前得分，尤其在两边后场的这个有比较具有速度的压迫球，其实应该来说会影响到他们出拍的节奏。好球，连续又是重复路线。对，多次角度的变化，是，但是最主要在何家珍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画面的这个左侧右侧的地方，是侧顺风的位置，但是他很多球应该来说是出界的，但是他都出拍，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但是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这种风向的这种位置，对一般生来说，会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难题啦，但是如果说对比较专业的选手应该来说，这种球就比较容易会晃掉。
现在15-10，成功大学何家珍目前领先喽。哎，还是后场出界。有掌握到直线攻击的机会。是，17-10，成功大学的林英秋暂时领先7分。哎，可惜，即使这一个球直线的压迫角度打出来的，但是可惜还是稍微长一点。也是后场出界。带一点滑拍之后呢，再做角度的变换。是，好，这一球就压住了。好，这个速度慢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你的对角的过渡球哈，打的有一个速度，但是又有一点高度，很容易就被受到压迫了。所以这一点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速度一定要打起来。好球。那恭喜这边由成功大学的林秋以21-12赢了清华大学的何家珍，那连续的两局都拿下，所以同时成功大学也获得了第一点。那我们稍作休息，等下再回来第二点的比赛。
那场上看到的是一班女团决赛，清华大学对战的是成功大学的第二点比赛。那在第二点，清华大学呢派出的是严秀恩，成功大学则是黄品佳。对，掌握往前的机会啊，做一个对角的攻击。是，这个往前也是通过了，就是后场右后场的压迫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整个过渡球的速度不够，所以就被往前在整个往前的这往上就被掌握啊。所以像这样的球，其实现在又是出界球。这样的出界其实一般来说哈，这个球应该是严秀恩想要打，但是没有打到，但是受到了侧风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哈就是多少算是运气好。那开局以来由清华大学的严秀恩连拿三分，回球挂网。是，在黄品佳来说，其实他有比较好的身高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利用到自己的身高优势，而且相对的话，他的失误一直在出现当中，所以他应该先把球的不需要打到边边角角，先把球打进了以后再去掌控，现在拿到黄品佳拿到第一分了。哇，好球。黄品佳在这一个球速度也稍微加快了一点。压住了，就像刚刚教练有提到的，如果利用自己的优势，那对方可能在长球能力也没有那么好，是，那利用这样的优势呢，可以赚进比较多的分数。是，但是当然不是说这个严秀恩的能力没有那么好，只是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哈，他的后场的这个手的起拍动作稍微慢一点，但是相对的其他球员来说，目前他打得比较稳定。是的，所以其实在临场的方面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没错。可惜。一个加压的挂网。是，所以当然目前为止，现在黄品佳所拿那个严秀恩所拿到的分数哈，大部分都是靠黄品佳的失误球而。好球。中场的直线攻击机会。好球。现在已经来到6-6平手了。那看来在成功大学的黄品佳是越来越进入状况。是，哇，好球。其实他打的在这个黄品佳打的是逆风向的位置，所以他的后场比较不容易出界。好，这个位置被打开了。对，黄品佳的左后方压迫，那黄品佳是来不及处理。
啊，这个球也有可能会出界。好球。漂亮啊，直接往前的对角一波、哦、是黄品佳来不及来处理，是在整个两个人的这个对照、哦、其实在黄品佳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严秀恩来说、哦、其实他打球蛮动脑筋的，而且套路比较清楚。哇，漂亮的对角，好球好球。然后敏佳这次有掌握到往前反手攻击的机会。嗯哼，刚刚这一次的右后场对角的处理，第一个他的速度就打起来了，而且角度也先打得非常漂亮。那相对的就是因为刚刚那个球、哦、感觉他是被对手压迫，但是他改变了方向以后，他的整个主动就抓好了。可惜咯、嗯、往前的攻击之后做后场的压迫，是非常可惜，因为其实整个位置跟角度都带到了，但是长度稍微长一点。哇，目前在前半段是10-10平手。这球一样在做后场的压迫，让严秀恩是来不及向后移动啊去处理这一球。那也黄品佳也先拿到了11分，进入技术暂停时间。是，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场上。压住了。漂亮。哇，好球好球、成功调动到对手的移动了，那直接在做空档的杀球。是，他先通过了一个往前的二次动作，在这个二次动作哈，他而且他力量晃得非常的好，所以也调动了到黄品佳的步伐以后，他再做一个滑拍对角的攻击。那这球是由黄品佳拿下，那目前比数13-11，由黄品佳暂时领先。啊，出界喽！直接推空档。
好球。哇，是差不多的位置。嗯、是。嗯。那在这个部分，教练觉得说，为什么他在那个地方会比较难处理呢？是因为他的身体被带开了嘛，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是整个步伐没有办法直接到中线，所以他只有在这个后场后前场后场的奔跑，啊，所以这个就是角度被掌握住了。哎，可惜，这次的换网，他其实用的是直接换网，但是力道小了，所以这个球其实应该来说哈，是他自己没有把力道做好。然后这。啊，可惜了。嗯、对，嗯，这次其实在整个吊球的这一方面哈，其实位置是吊对的，但是力道稍微小的，也是非常可惜的啊。嗯，出界了，嗯。接发球，直接攻击出界。嗯哼。啊，比数是已经追到一分之差了。嗯哼。对，现在最主要要看谁出了错误来的比较多。我们所谓的错误就是球没打好，但是还是这个边线的出界、后场的出界，现在就是最主要关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相对的就是谁抗压性比较好。哦，好球！哇，相同方向的回放，是，嗯，这个回放的手法哈，确实也做了两次的动作。所谓的两次回手动作，就是让你感觉这个球要换网的。但是当你冲出来的时候，又往你的后场推，在第二时间做启动，是，所以你在第二次时间的启动的时候，你的步伐就会出现了问题，而且很容易被对手再往前给掌握住，所以刚刚那个动作做得很好。嗯，好球。目前比分已经来到了17-17，平手。是，嗯。那现在真的就要看双方球员的稳定度了。嗯哼，嗯哼，嗯哼，哦，好球，嗯，也相对的，现在在严秀恩来说，相对打的就比较稳定，啊。他的后场虽然是被压迫的时候出拍的速度球会稍微比较慢，但是他整个球路上的这个掌握哈，他确实掌握的比黄品佳要来得清楚。啊，好球！嗯，哇，这一球也是非常幸运的，蜻蜓点水一下，还是落在了界内区。是，嗯，一记的幸运球了，哦，这个球在整个过网的时候，它有滚网，啊，有碰到网子。
啊，这个球明显的出界了。嗯哼，可以。对，非常可惜的，即使在严秀恩在刚刚的侧边的时候，其实黄品佳打的是出界球，但是他回来的对角也是自己打成出界。不过刚刚场上也发生很好笑的事情哦，在清华大学的严秀恩这边自己以为已经输了，走下台要喝水了，发现比赛还没结束，是还有机会。对，其实是还有机会。对呀、啊，哦，好球，好球，界内、啊，这一球落在界内。是，那这一局、第一局呢，一样是由成功大学的黄品佳以21-19拿下。比赛继续回到场上，那在第一局的部分呢，成功大学的黄品佳是以21-19拿下了第一局。黄品佳在这一个球还是边线的出界，好球，也是点杀，啊，就是看到空档，赶快把球打进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次的点杀，啊，这样，但是他就必须要掌握非常好的时间了。啊，这球其实严秀也是蛮幸运的，是，可惜的就是在黄品佳，因为他这一次的摆动的动作，哦，第一个小背的摆动太大，第二个摆动的有一点乱，哦，所以这个整个来说，哦，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有提的，哦，就是其实我们对这个大专的一般生我们也不能苛求到他们那么完美的动作，但是那目前是由严秀恩暂时领先黄品佳3分。直线的攻击。
啊，应该也是出界了。嗯，这一球直接走直线的，是，那分数是6-2，由严秋恩暂时领先。好球！哇，回球的远度不够远呢，在中场的部分，那黄品佳也掌握非常好的攻击时机啊。是，没错，而且通过了这个左后场的快速压迫，出界了，所以现在他可能面临的就是比较大的麻烦了。现在他处的顺风位，所以他的后场的掌控也就必须要小心一点。好球。对角的滑拍，但是速度不是打得很快，但是位置打得很好。应该也出界了。啊，不过这时候黄敏佳是回击的失误啊。是，多拍的四角拉掉之后呢，黄敏佳是掌握往前攻击的机会，直接做下压的动作。是，还是过度的质量不高。哇，真的是像教练刚刚有提到的，在顺风位的后场呢要特别注意。是，太急了，这一拍他想要做一个小对角的直线劈杀，但是这一次他确实掌握的这个角度也没有掌握好，所以打的应该来说这一拍算是他打的比较急躁了一点。手背的带动也没有带好，所以现在来说应该是在严秀恩这边掌握的比较稳定的状况。那也严秀恩在这一局也率先拿到了第11分，进入技术暂停时间。比赛继续回到场上，发球的是严秀恩。还是后场的出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后场没有掌握好的话，其实他这一局要赢就比较困难，因为相对的在严秀恩这边他掌握的就比较清楚。漂亮。
好球，好球。两边快速的后场拉掉完了以后，压迫到了严秀恩，其实在整个压迫的这个角度还有速度打得很好，但是最后一拍的制胜球就打这个重复路线的位置，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打法相当的不错。其实这一球也判断得非常大胆，是，其实应该来说是很好判断的，因为只要是顺风的话，你有一点点的怀疑这个球是出界的话，你大致上就可以晃掉，因为顺风会帮你，出界了，脚步打滑了，可惜，但是还好，没事。整理场地过后，比赛继续回到场上。在做绕头的回击的时候，是把球击出了界外。是，因为他的绕头在整个回击的时候，几拍的动作慢掉了，所以就被压迫到，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出界。发球的是严秀恩，加速，出界了，一样在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是，一样压迫到了，在中场的高球，左直线下压，让严秀恩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把这一球回击回去，是，其实在整个通过了一次的非常好质量的往前的小球，而且制造后面这一派的攻击机会，
不过这球放网也成功，让成功大学呢、嗯、是没有办法回击、啊、因为其实这个动作有一点问题了，他应该是挑球，但是在网子下面的时候、哦、他是用一种顿推，所以这个球、哦、其实动作上出了一点问题。打到拍框、哦、压到了，应该是这个球压得很漂亮。对，像刚刚他这个在黄品佳这一个走后场的压迫、哦、其实他没有打得很高，但是、哦、稍微具有一点速度的时候，这个球他就不会飘很远。还是一次的误判哦。哇，又是一次的失误啊，把分数呢是追到16-16平手。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就比较焦灼了。好球。右后场的压迫，在制造往前，在一个后推，在制造一个最后面这一拍的机会，算是一次非常果断的制胜球攻击。来，哇，后场压迫在黄品佳回击的时候呢，是球是偏高的，那也虽然有非常好的机会去把握，是，但是这个球应该来说、哦、是这样子，一推完了，你推到位的时候，对手是几乎来说是他是背对着球场，他眼睛已经看不到这个对手的球场了，所以这个球、哦、而且压得非常深非常好，所以直接上网就很有道理。可惜还是个后场的出界。那其实在前一局、哦、也是17-17、哦嗯、那现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暂时领先一分。哇，好球。对角的放网，整个角度掌握得非常好，所以这个球在严秀恩来说、哦、第一个他当然、哦、攻击的速度当然绝对是稍微有一点比较弱一点、啊、但是黄品佳防守的角度确实打得很好。这球也是很接近呢、啊，是，但是基本上创的有一点太过于有一点冒险了，因为它是侧逆风的位置，所以很容易飘进来。哦，好球，好球。通过的是这一次的攻击完了以后，直接对角的放网，而且没有什么花俏的动作，就是干净利落，很简单，但是攻击得分就很有效率。啊，应该出界了。哇，这一次判断的非常精准哦。研究员在这边也先拿，来到了20分，来到了局末点。应该进啊，可惜了。那这一局呢，是由严秀恩以21-19打败了
成功大学的黄品佳，那在局数的部分呢是各拿到了一局，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嗯哼，比赛继续回到场上，是第三局的决胜局哦。好球，很果断，而且很有自信。是，而且在。袁修恩、他想要通过的就是走后场头顶器的压迫，但是问题他这个球他没打到位，但是你没打到位那更危险，因为你会经过对手的头顶，所以他很容易就能够打你的空档直接压下来。好，界内。哇，想要这个大对角的放网，可惜没有成功。是，整个不管是角度跟高度都似乎有一点落差了，都不是打得非常的这个，所以应该来说，这进球的时候进对方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应该也是出界，但是他的打的高度又不够。变线的放网出界，是，可惜他是直接压对角，压一个小对角，但是这个球应该来说是黄品佳他没有跟到位，所以如果跟到位的话，他可能会出拍。目前比数3-2。牛有了。这一球呢，就在边线的旁边呢、是。多少这一个球哈、有一点运气，因为这一个球它也是没有击到这个球拍的甜蜜点。而且这个球似乎有一点包了下来，就算我们知道就是打到了这个接近拍框的位置。机会了。
4-4平手。是，嗯。回击的出界，是，嗯，同样变线的出界，嗯，严秀恩在这个球，其实他应该来说是步伐没有更到位的，但是。自己来说应该是不是体力上还是有点出现问题，但是基本上应该还好，往前放网之后呢，掌握到机会把球拨到后场，嗯，好球，也是瞬间的点球，就是空档出来的，但是马上把球点进去，所谓的直接空档。嗯，嗯，有，可惜没有过网。重复的直线过后呢，是来了一个大对角的攻击，是，嗯，那也让比数来到7-7平手，是，而且滑拍的对角突击，其实还有就是角度也掌握的不错，嗯，哎，可惜，嗯，这一球在黄平价的部分是不是出拍也比较急了一点？第一个出拍稍微急了一点哈，其实这个球他如果说直接往这个对手的后场拖的话哈，直接拖到后场就可以了，但是他又想说有可能得分的机会，他又不想放弃，所以这个球哈确实是他打的，算是在整个。后场的这个拖球还是直接想得分，这个在处于这个模拟两可的心态，所以才没有办法打成很好，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果决，就是要做到最好的决断，嗯，啊，出界可惜了，嗯，球，在严秀恩来说，这个球整个其实刚开始整个节奏掌控的相当的不错，但是就是这一拍最后的这一拍往前打得太高了，让对手直接压后场，直接压迫的机会，嗯，压住了，嗯。那严秀恩也率先拿到11分，以11-9暂时领先2分，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
各有独特的加油方式，还算还多多少少有创意。比赛继续回到场上，罚球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严秀恩，以11-9暂时领先。直线的接球得分，接球很幸运啊，一个 lucky ball。是，嗯。连拿三分哦。哇，连续两次啊，网子都帮了黄品佳。这个真的是天助他了。那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严秀恩要稳住自己的阵脚哦，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不要因为因此呢就是受到心灵情绪上面的一些影响。是，这个非常重要。哇，好球，这个球压得漂亮。那其实刚刚教练有提到，那时候心理素质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在一般组的部分呢，比较没有像公开组有那么多的比赛的一些机会，那但是在调整上面也比较需要加强。是，其实应该哈，他们在一般组的这个女生，还有就是他们应该来说哈，是抱着这个参赛，而且很快乐的打球这种心态。当然哈，其实。为学校、为你的球队争取荣誉是绝对必然的，所以相对的，就是你放开你自己，把你自己的最好做最大最好的展现。太急了。出界了，14-14。是，但是当然现在整个大比分，还有就是整个比数来说哈，可能在严秀恩他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在这个清华大学已经先输掉一分，但是如果他这一点再输掉的话哈。他们就觉得陷入于最不利的状态，所以他相对的可能会稍微比较带一点比较大的压力。机会，哎，可惜没掌握住。还是出界了，所以明显的在严秀恩来说，速度稍微已经慢掉了一点了，所以如果在以黄品佳来说，他在加速的话，可能对严秀恩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威胁。还是出拍的动作已经慢掉了。
其实在经过来到第三局哦，其实对双方的能力也是很大，体力也是非常大的考验。当然，所以现在看谁的意志力。有，很聪明。这一次的花球，他改变了节奏，所以也造成了黄炳佳后场的出局。哇，一次很严重的失误哦。是，现在慢慢的都带了一点压力在打球了。17-18，那目前严秀恩是暂时落后一分。哦，好球！最保险的攻击位置，就是打近身。漂亮漂亮，哇，这球是落在界内是那黄炳佳的部分呢，也先拿到了第20分，来到了局末点。是，其实过往的这个高度还有角度都打得比较险，但是应该来说，多少是运气也来得比较好。哎，出界了哦！哇，这一球是黄炳佳的，在底线的部分是打出了界外啊。是，这个真的是比赛打得太投入了。其实刚刚在严秀恩的在我们的场地的右边的这个网前，他那个换网是明显出界，所以只要是黄炳佳换掉的话，就引起这一场的比赛了。但是可惜，但是因为这样子充满了比较多的变数，所以反而看起来后面的感觉这一场的比赛越来越精彩。是的，而且目前其实也只有2分之差，是还没错，还有变数。是的。哇，黄炳佳的部分呢是掌握了制胜球哦。是，那以21-18顺利击败了严秀恩。其实当然在这个一般女子组来说，其实双方面的这个技术当然是还是跟这个公开组有一点落差，但是我们肯定的，是两位比赛的选手的态度，而且每一个球今天必降，而且每一个球都去追都去跑，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带有很好的这个运动员的精神，这一点是我们值得我们去肯定他们，甚至于我们去称赞他赞美他。那也很恭喜成功大学的黄炳佳，在第二点是以21-19、19-21以及21-18，拿到了两局的胜利。那在成功大学的部分呢，也同时连拿了2点。那稍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的比赛。
那在一般女团决赛的部分，清华大学出战成功大学，那场上是现在看到的第三点，前两点是由成功大学拿下。那在第三点的部分，清华大学派出的是刘艺霖以及林学敏，那成功大学的部分呢，则是派出了林梅瑜以及吴怡璇。嗯哼。那发球的是清华大学。可惜，还是直接的往前失误。手背的摆动稍微这个位置没有掌控的非常好。嗯，好球好球，这个直接的花完球以后，他手就抬得非常好，而且抬出的这个角度也非常，所以这个球我们就以前也常说的，就是花球以后你如果说球拍没有抬起来，你放在下面的话，有机会来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你的失误，但是你花完球以后这个手就抬高抬起来，所以机会来你就很好掌握啊。所以虽然是刚刚的这个清华大学，他确实展现的这个位置展现的非常好。那比数是3-3平手。嗯。哇，也是蛮漂亮的。嗯。往前的角度也掌握得非常好。哇，这一球做了一个后场的发球，那是都在界内。是，嗯。所以林美宇刚刚这个发球哈，确实，哎，可惜，在这一次他的发球稍微就比较短了一点。好球，一个直线的切球过往击坠哦，那是让是、嗯、在成功大学这边来不及处理。也是同样花球又太短。好球好球，其实这球也是有点幸运的成分呢、啊、是，其实这一球的这个来回拍摄的过程、哦、一直充满了很多的意外、啊、所以在受压迫的时候其实很多制胜球的机会都出来的、
但是都没有打死对头，但是最后面这一排其实也是意外。八比八的比数喽。发球的是林梅瑜。哎，出界了。角度没有掌握好。没有把球压下来。是，当然这个球其实很容易会出界的。但是当然我们不必再苛求他们要做到很好的这个动作。啊，这个球发球犯规。这个是一次的超晚的犯规。好球。很果断。而且这一拍让他的预测的位置也完全让他掌握住了。那比数来到了10-9。哇，这一球是沟通上出了些问题哦，没有办法顺利的处理这一球。那这边是由成功大学呢率先拿到11分，进入技术暂停时间。是，休息过后比赛继续回到场上。那在上半场的部分呢，是由成功大学暂时领先清华大学。好球。这个清华大学林学敏他这个发球其实他有做了一些角度上的变化，所以让对手就没有办法接那么顺。其实到目前看来很多角度都非常刁钻啊，不过都是在高度上出了一些小失误哦，那让对方也都能够很顺利的去做制胜球。哇，好球。个子小啊，但是林梅也好像还是感觉出来他有一点还有相当不错的爆发力啊。场对角的放网失误了。是，对，在整个过渡手背的摆动哈，他的这个摆动拉拍太快，他应该向前再做一点角度上的改变。又太短。哇，其实发球失误哦，都是非常的不应该啊，尤其是在两队实力很接近的时候，失误的越多啊，就越容易输掉比赛。是，出界了。还是非常可惜，因为在林梅姨其实她的个子确实是来得比较
所以它的这个击球的点稍微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在往前的压迫哈，只要角度没有整，没有真正的做到非常好的管控的话，可能它就会出现像这个后场的出界球，而且相对的现在又是顺风的位置，好，压得很好。谨慎压迫，由清华大学再拿下一分。这球是林梅瑜翻了过去哦。是。压迫后掌握前场的攻击机会，直接下压拿下这一分。嗯哼。哎，这个位置其实想要做一个小对角的分球，但是位置就没有带好。连续的得分，现在已经来到了19-16了。那在中场过后，清华大学这边是上演一个逆转，是，还是很多球都是没有处理的很到位的。当然就是我们说的，不能去苛求他们。但是像刚刚清华大学的这个刘义林哈，他在整个往前的掌握，而且时间就掌握的非常好。但是刚刚不好打的球他都可以打得很漂亮，但是像现在就是这一个过渡球其实蛮好处理的，但是没有处理好。好，抓住了。那清华大学这边还拥有两个局末点。进了，这球没有问题哦。那在这一局的部分呢，清华大学是以21-18成功拿下第一局。其实刚刚最后一拍其实打得有一点脱拍的角度还有力道没有压好，但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变数，因为他没有压好，所以反而这个球速度还有质量没有打得很到位，但是因为这样所以是界面。就像有时候看到场上在比赛的时候，有选手不小心其实是没打好敲到了框，但是也因为敲到了框让对手是来不及做反应，是因为那个球的速度变了，所以影响到你看球的挥行节奏，所以反而会乱了你的出拍节奏跟动作。所以这也是羽球啊充满了很多不可预测的地方啊，那也是因为这样呢，观众也那么喜欢，所以变数也蛮多的。但是这种比赛变数多，相对的会比较精彩。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继续来看到第三点的比赛。
比赛继续回到场上，那在比赛开始前呢，也可以听到双方队伍啊非常热情的加油声。连续两次，一次的花球失误，一次往前失误。还是边线的出界，所以对侧锋性的这个掌握没有掌握好，连续四次啊，而且让这个对手几乎来说是完全没有制胜球，但是连续拿到四分。哇，这一球后排的直线加压过后呢，在前排呢是轻轻拨了一下，那这球也很顺利的也很幸运的放到网子上，就翻了过去了。拍品的速度打得比较稍微快一点，所以你如果拍品的速度快，角度没有掌握好，就会像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形。出界了，危急的失误啊，是把球挥出了界外。是，这一次他想要抓往前的上方，但是因为发现对方过来的角度还相当的不错，所以相对的在做下方的处理，而且用的一种是一种外勾内打的打法，所以就会出现这样很算是比较离谱的失误球。尝试做直线的杀球哦，不过是挂网了。是，发球失误。是。轻轻一碰，连续两记重拍哦，是直接杀的成功。大学呢是来不及处理啊。是，第一个发球的节奏就掌控到整个对手的回球节奏，而且相对的后面几次的这个整个压迫压的还算不错。那这一球回击的高远球是落在前场的部分，那他们在这边掌握的非常好。其实花球的角度相当的不错。出界了。还是
现在在整个清华大学这边，他们掌控的比较多的攻击节奏，而且相对的就是双方面这个在防守的时候也出现了，有时候就是我们说就是拍品的摆数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到底什么时候锤会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还真的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预测。那这一球网子并没有帮助成功大学成功的翻过去哦。嗯。那场上在请求暂停榜携带的是林学敏。嗯，啊，大角度的改变呢，那也是让清华大学在目前上半场的部分呢，是以11-10暂时来到了技术暂停时间。嗯哼。那在上半场的部分呢，教练觉得有没有什么看法可以来？让他们可以互相变得更好之类的。其实也没有深圳的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了，只是现在就是看谁的稳定，谁的谁比较不出现问题，谁的赢球的几率就比较高啊。因为毕竟来说哈，就是整场的比赛一直在充满变化跟变数当中进行，所以看谁的失误还有发生的错误几率来的比较少，谁的赢球几率就会来得比较高。嗯，这个位置被带开了，直接接花球，在接花球的时候做一个直线的后场的推球。近身的攻击呀，是，嗯，其实球也没有压好，但是近身的位置哈，这一个球打得算相当的不错。嗯。二次回球，想要改变滑拍的对角位置，可惜球没有带起来。这球非常可惜啊，走在中路啊，可是球没有压下来。但是应该有碰到身体了，嗯，这个球应该有碰到身体。目前比数12-15，由成功大学暂时领先三分。嗯，在后场的攻击挂网，是，嗯。那其实可以看到，清华大学在第二局的部分呢，跟第一局的差别就是他们在攻击上面比较积极哦。是，嗯，他们掌握比较多，嗯哼，嗯。
来出界。嗯，好球。现在要来发球的是林梅瑜。不过这边在接发球直接做攻击，那清华大学是再拿到了一分。哇，力道小了。嗯，对，在林梅瑜来说哈，他就是个子比较小，但是他想要切出滑拍比较漂亮的角度，他带的力量要比别人稍微大一点，因为他的这个球点比较低，所以你必须要带出一个弧度，但是要有速度，那当然其实并不容易。那比数是来到17-17。嗯，好球。嗯，借由成功大学的林梅瑜在回球的时候往前呢，质量不是非常高哦。那他们在清华大学部分也有非常掌握、非常好的掌握时机啊。是，时机也掌握得非常非常到位啊啊！哎，可能出界哦，界内，这个就是逆风位的好处。这个如果是对手在顺风的时候打过来的话，这个球应该就直接会出界。那成功大学在第二局的部分是先来到了局末点。是，受到压迫，回球处理没有过网。啊，这一局也可以说这一球是幸运球啊，是直接翻了过去啊。那这边也恭喜成功大学在第二局的部分呢，是以21-19拿下了第二局。嗯哼，那不过在前一局呢，是以18-21输给了清华大学，所以等一下呢，要来进行的是第三局的决胜局。
比赛继续回到场上，前两局是由清华大学跟成功大学各拿了一局，第三局的决胜局。平推打林梅瑜的失误。是，嗯。嗯，还是直接找林梅瑜做近身压迫。现在清华大学又2-0，现在领先的比数喽。好、哦、好球，嗯，连续三球的得分都是制胜球。出界了，嗯，好球，黑球走在中路，落在界内，是，嗯，可惜发球失误。嗯，好球。其实这个球打得有一点，多少带一点刹车的技巧。这个球它不是这个整个拍面积压，它在打到球的那一刹那有一点下拉，所以会变成这个有到后场会有刹车的效果。嗯，近身的压迫林梅瑜啊。好，直接也是一个中前场的点球，就是看到了空档直接把球点进去就好。嗯，啊，太急了。嗯，所以我们说的变数还是非常的多了。10-3，嗯，好球，往前的动作，对角的换网，掌握的还是相当好的一次的角度，确实，这个球打的不管速度角度都打得很好。那清华大学这边也率先拿到了11分，进入了技术暂停时间。
比赛继续回到场上。第三拍直接想要做一个过渡，但是可惜角度也没有带好。好，机会，好球。现在发球的是林学敏。可惜。近身压迫林梅瑜，得到很好的效果。是，所以林梅瑜在整个出拍的节奏常常会稍微比较乱一点，所以这一点哈，其实他应该来说可以好好的再往前做一些掌握，但是他如果在后场的话，很容易受到攻击就出现了问题。那刚刚成功大学这边的吴一璇呢是。犹豫了一下，不过在第二时间呢才出拍呢，也因此让林学勉有机会可以直接再往前做下压的动作。是，回击出剑。目前比数15-5，由清华大学暂时领先10分。来，这个球确实就是默契上有出现一点问题了，因为在林学敏这一拍走中路的中路压迫，其实压得蛮好的，但是回球的位置还算是相当巧妙。啊，出界的，这个球明显的这么长的出界球哈，其实就是因为侧风，所以感觉好像对手还是要出拍，但是感觉说这个角度太大了，所以才把它晃掉。所以有些球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哈，就是在整个出界球的，但是大部分比赛太投入的话，还是会出拍的。好球。好球，往前的拦截。这球也是压得非常的边边角角。是，但是这个压的位置确实还是有一点冒险的，哇，漂亮。过往的击坠球哦，是，是让林梅瑜是来不及处理啊，是把球击出了左方的界外。那清华大学同时也来到了20分，来到了赛末点，是，来到局末点。花球太短。对啊，那恭喜清华大学在第三点的部分呢，是以21-9打败了成功大学。
那在第三点的前三局呢，清华大学出战成功大学是以21-18、19-21，第三局是21-9，成功拿下了第三点。那目前在决赛的部分，清华大学跟成功大学呢，清华大学的部分是拿到一点，成功大学则是拿到两点。那在第一场地进行的是第四点的比赛。你上班了。